天班的。嗯，对。来问一下，有看到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有看到鹿会不会怕？哇！可是它很大只呢。没有，这个大只，大只是头鹿大只。看到鹿要怎么办？啊、你卖讲哦，卖讲迄个，伊你若要伤筋加心哦，伊会给你弄啊。嗯。因为伊要保护伊的囝，因为我知影有一只母，一只囝。嗯。伊较细只，一定是囝。啊，你母在咧保护囝，你就知影迄力量偌强。嗯。嗯。啊，进前刚刚有人去落去。有，迄顶个月啊。顶个月，哎，讲像弄个真重伤了。我现在因为迄天我迄个波我无做啦，我无直接，啊伊是下晡时啊要安怎做弄的啊，啊我是听讲听人讲的啊，啊听伊讲啥物哦，做变啊骨干咧讲炖饭丝啊。哦。哎、欸，放回去吃了。啊，你们家去有弄吗？被他撞吗？有这个还怕他哦？那你有听闻说有水路吗？有没有听到？听是听啦、啊，没有看到。嗯，看到了。嗯，啊，我不会说很期待碰到水路一下，碰到水路你去那边天天去那边等，看看会不会有。所以你天天排都没有看到过，对不对？没有看到，机会很少了哦。你得叫他肚子有叫他够什么嘛？那今天哈啊，就没看到，看不见了。水鹿是我的好朋友，还有他的儿子小麋鹿，让他先过，我再过去。母鹿带小鹿是我的好朋友，不要录了，我要直接冲过去了，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。